先生，早上4:47，我现在在和平跟重庆交叉路口的红绿灯，在绿灯了。我左边是银桥国小，银桥国小，我的诞生地，也是我的小学6年的所在的学校。前面还有40几秒，慢慢骑。这个红绿灯只有5秒，右侧现在巷子进去是长华医院。前面就要转进马场边纪念公园，前面的红绿灯，啊，这红绿灯一定要等。
闯进纪念公园了，就安全感就来了。刚刚从家里到马场町纪念公园，还是很紧张兮兮的。12分34秒。前面看到是观音山，观音山的山顶硬汉岭，
走。那是华翠大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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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很美的河景，华翠大桥下面就是板南大桥。是大屯山，大屯山，大屯山。好，左转。左转，前面看到的是观音山。华江桥，华江桥，
现在前面是大屯山，我左侧我看得到观音山。快一半而已。下来取，下来签。走，这段路修得蛮长的。可是小心骑。切，这个不是开玩笑，再上去切。上去去，
新大桥。忠孝大桥，淡水河在观音山大明山之间，走啊！我快又过水毛水。
屯山，我们可以看到新式的大道城码头，大道城码头。都经过，我们现在走完小桥，找船、轮和锚。我们现在3:58，在折返，在早上5:16，我4:40出门。想到《论语》20篇里面第11篇第25章，此路深兮难游，共计划四处。然后整体讲木村者，寸无几人，冠者5-6人，童子6-7人，欲乎无与，三日，王羲之的诗，这诗是在《兰亭序》里面出现了21个。然后《醉亭翁记》也在《醉亭翁记》里面出了22个。徘徊的是不到100世的周恩来19岁在日本京都南山写的《二度游梁山》。雨中二度游梁山，两岸夹着苍松，到近处突见一声炮，流出泉水欲如雪，雨潇潇雾蒙蒙。阳光一线出，一线阳光出，欲绝巧言，人间万象真理，欲求欲模糊，偶见潮一点光影，真欲绝巧言。这就是周恩来19岁写的。啊，显然他这些古书也读得很烂，很棒，所以才能够。似乎者也，一个字也没有。那不管是文言文、白话文，总是心灵情绪的疏野。在和平公园骑着，就忘记他们古人先贤呢，也在天上耳际，在那里共鸣着。走。啊。起床相当困难，要一下睡成也很困难，只是困得学习吧。天色越来越亮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松心大桥。老南跟表哥，林文跟表哥，
拜六从家里骑车，就是经过中英大桥到泸州世俗家过一夜，再回家。就是这点点滴滴，怀念过去，拥抱现在，设立未来。好。右边的草叫孤草，在美洲有些印第安区，他们种植不容易，孤草也是主要的食粮，它也是会产五谷类的，像小米一样的。石垃圾，这里可以保持这么干净，还是有很多人在整理。早，早，借过，早，借过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早，借过，早，借过。拍水，吸嘞吸嘞吸嘞，谢谢。还是我们要来这边修理喽。小心骑。走走，
泵板大小。隧道桥，好，在前面那个红桥梁的是光华桥，隧道桥比较大，光华桥比较小，所以叫光华桥，叫光华桥。
在华强桥沿路会追。瞬间速度18公里，刚刚去的时候是顺风，瞬间速度可以达到30公里。我现在的左手的手肘还好，右手手肘有点酸痛。那右手用力比左手用力有多一点点，那右手。以前的伤旧伤还有点感觉，那最重要的是左脑，左边的小脑跟左边的大脑，以前的旧伤的后遗，那现在骑了快20公里，脑手脚累，脑很累，那心情当然是很非常愉快。这么大片的草树鸟，蓝天白云，还有淡水河，风很大，才两次耳朵没关了，现在看得到天地。你跑很快嘞，真的啊！另一大楼在前方。走。
前面是中正大桥。最危险的就是这个路口，这是青年路跟水源路交叉口，那要确实等它绿灯了以后才能启动。现在还有19秒，啊，因为水源路这边是往这个中央市场，从早上批货的，大家会生气，所以在骑车上都很快，开车很快，现在一秒。绿灯啊，回过了。
上下和平西路跟宁波西街口，那左前方就是建国中学，有高中念建中学校就是在这里。早上出门去大稻埕，经过我的小学母校林桥国小六年，在那里读六年，回来经过建国中学，高中在这里念三年，现在还不是很忙。老赵